妈，白白说你给我们买的这个玩具是假的，一股胶皮味儿。你诚实告诉我花了多少钱？嗯，110。你别撒谎，诚实告诉我花了多少钱？我确定诚实了呀，110。这我就放心了。妈，你不会真花110买的那个玩具吧？没有啊，我花了10块钱。那你刚才说花了110。那宾利不说让我诚实吗？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我算的不对吗？哎呦我的妈。我回来了。今天微微第一天上学都学啥了？学了一天罚站呢。你犯啥错误了？因为上课的时候跟同学说话来的。就因为这事儿罚咱们站一天？那倒没有，后来老师让我大声重复10遍跟同学说的话，我按老师说的做了。上学呀必须得听老师的话。你说的啥呀？嗯，我说老师裤链没拉，重复了10遍。哎呀该妈，哎呦我的妈。